大家好，我是王老师，很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学习写汉字了。好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。在学习写汉字之前，让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五个汉字：条、条、针、针、尖、尖、准、准、求、求。
好，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